在钱钟书的病床前边，我们一起就商量好了一件事，就是说，将来我们要是有钱，我们要捐助一个奖学金。这个奖学金呢，就叫好读书奖学金，不用我们个人的名字。那么好读书奖学金呢，宗旨就是要鼓励和帮助这些家境贫寒的学生。